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这东北这天儿是越来越好了，我这小病一场啊，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呢。但今天稍微有点食欲了啊，好几天没做饭了，今天咱整点硬菜啊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些天给我整的，今天整点好菜，喝点小啤酒。那就不信了，开整。选个小冬瓜，喝点冬瓜汤吧，是不是啊？反正也别整的太多。这一张全搁里废了。起锅烧油，下两把角，放入姜片，下入洗净的大排骨。海鲜酱油，红烧酱油，加入生命的源泉，盖盖炖上，开锅，把豆角子怼里，放盐，整个东北大炖菜，排骨炖豆角，汤开了。把冬瓜下来，素炒油菜。排骨冬瓜汤，撒点盐，来点味精，香油，烤陈醋，来点辣椒油，抓拌均匀。完了，红色。今天整四个简单的小家常菜。哎呀，排骨冬瓜汤，这个小油菜。排骨炖豆角，拌个小凉菜，今天喝一瓶。你天天不吃，给我整的，我也不想吃。完了，那你是自个儿吃，这是我的事儿。完了，给我也拐的坏了。咋的？你是咋的呢？你是天天就等着我给你做饭。那你的意思，我不等你，我自个儿会做还是咋的？能吃多些呀？听你这意思，好像在这抱怨似的。你就是说天天，你要给我做点饭，我不找好了。好心。我还难受，我还不想吃。哎呀，吃啥嘴发苦啊！喝啤酒都没味儿，喝一杯不？冬瓜汤有味儿吗？是不是也没味儿？有味儿没味儿喝。咸淡我都没尝，我一瞅没必要尝了。根据经验来吧。吃点饭。这回呀，太邪乎了。
我是彻底服服的了。今天是第八天，过这么快吗？八天了吗？我都没查过这玩意儿。嗯，好像是第八天了。嗯，每天一顿饭，我一天一顿都没顿上。一动弹一身虚汗冒汗，不动弹下午五点准时发烧。嗯，吃啥嘴发苦。哎呀我的妈呀。嗯，完了还不是新冠，不是新冠就是甲流。甲流以前我也听说过，没听说这么邪乎啊。嗯，哪有这么邪乎的甲流啊。你不吃谁敢动筷啊。今天我发现吃点饭总得整点事儿。嗯，好了，没味儿。嗯，不是没味，是没味儿。嗯，大排骨给我吃的白瞎了，嘴里一点味儿没有。吃点油菜。哎呀，这还算清淡啊。行了，嗯，清淡，35块钱排骨，其余的都是素的。豆角黄瓜葫芦干豆我18。嗯嗯，哎，吃完你应该再吃点药。那就吃呗。嗯，还在这睡觉养病呢。嗯，看咱俩几天能好。嗯，现在8天了。来，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俩呀，真是病病赖赖的。这一把子啊，这一下子整的太邪乎了。我真是从来没感受过，3年呢，头一次有病，没想到这么严重，8天还没好。你看我刚才吃上就冒虚汗吧，现在又发冷了，感觉可冷可冷。一会儿睡觉，吃完睡觉，拜拜了。